奶茶，冻奶茶。嗨，要啲咩？加多杯奶茶。热奶茶，睇睇分先。OK，热奶茶。热奶茶杯。 新制度實行後，違法人數明顯減少。另外，保安司亦進一步規限低評分市民嘅權利，包括公眾場所以及交通使用權利。使後合一人接受加三站，或者保持大膽即刻操作車掣。一齊零分開。一七一人後退，有人從高處撳方向掟起入。一四五。收你八五。 要游水炮车扑击。多谢晒，拜拜。好啊。我翻到铺啦。我帮你执咯。唔该，真系。都几攰啊，咩？ 你叫我叫个客，嗯，谂下先啊，你要翻嚟啊？冇事嘢嘛，得啦，你冇事。冇事嘛，救我，你想先？冇嘢嘛。 做咗血啊！我帮你止咗先啦。佢咁样要去医院先得啊！好多血啊，真系。有冇屋企啊？仲？喂，你做咩啊？报警咯！你而家嚟报警？你咪想害死佢啊？讲真，出边有咁多条灯柱，手指应到佢啦。依家唔报警，全部人都俾佢拖落水啊！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！再扣分，我变黑奴噶啦，屋企都翻唔到啊！喂，你再顾爸爸，最分工谂咩影响得？你净系识谂住分，究竟有冇谂过个问题喺边度啊？个问题喺个制度度啊！佢表达诉求啫，有冇必要俾人打到流晒血啊？佢表达意见又关我哋咩事先？佢为紧你哋嘅民主自由奋斗紧啊！ 民主，但系呢度一二三四个人都上去喎。哇，搞咩啊？你仲有冇人性噶？攞我哋嚟祭旗，你有好咩？你根本打横嚟讲嘅，老实，你都见佢流晒血噶啦，但系佢哋仲想攀佢扯啊！讲咁多做咩啫？投票咯。投咩票啊？我同你哋讲，我过场，我话事，你两个走啦。 除咗废噏，你班废青仲做过啲乜啫？他们就是被洗脑了，好好的大学学生不认真读书，整天就想着破坏这里，思想都坏了。有时间搞咁多嘢，不如关心下自己屋企人啦。你住得喺呢度就要惯啦。其实安安稳稳咁过好自己生活咪够咯，我哋唔需要搵命去搏噶。咁系咪为咗安稳？ 你就可以放弃自由啊！唔系你我呢间茶餐厅入面，讲掂晒我哋就可以解决到问题。你根本就唔明咩先系最重要。佢出到去就死噶啦，我哋点都唔会走噶。你唔走啊嘛？我报警噶啦！我哋点都唔会走，我唔会放佢出去死噶。黐线你！好啊。 你唔系话要民主咩？投票咯。对啊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我肚子里还有一个，我算两票。
特别新闻报道：夜晚十一时，警方于一间茶餐厅拘捕七人，怀疑与早前集会事件有关。目前警方正在调查。